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15集，接着还是给大家分享传奇级的玩具，这是电影第一集的 Optimus Prime。那今天一口气给大家分享两个啊，一个是原色的版本，另外一个是夜巡配色的版本。我记得吧，夜巡配色在电影的第一集有很多，然后第二集好像就少一点，第三集之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夜巡配色了。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传奇级的玩具呢，体型呢就是官方的玩具里头是最小的，那是这个是属于现在的大概是核心级别的玩具。那这款 OP 的话呢，正面来看还可以啦，如果你翻到侧边来看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身形非常的不正常啊，后面整个是扁的，是没有的。然后车子的前方啊，不对，应该说人的前方有一个角放在这里。不过吧，这是你想想看，是一个07年的玩具，至今都已经是16年前的玩具了啊。那 情怀的成分还是居多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，身上有很多的空洞，但是这个时候是受限于它的一个技术力吧啊，还有一个取向，它就是一个比较低龄化的一个走向。那它的一个可动呢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手臂这里有个大球关，那这个文杰哥的话呢，应该是在里头做了很多的这个快干的这个补强，让关节呢比较紧实一点啊，确实转起来是蛮紧实的，手臂360度的转动是可以的啊。 那我就不转了啊，就减少它的磨耗。脚前后踢啊，侧踢倒是不行，只能前后踢。膝盖呢也没有弯曲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背后啊，细节就是这样子啊，并不多，并不多。那两款的涂装上呢也有所不同啊，这个Autobot的标志在不同的位置上面。好，那胸口的话呢，我觉得吧啊，以人形态来说，还是这个原色版本比较好看一些，红色的一个胸口。 对于这分色来讲比较好看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。变形的时候呢，是先把头手部给转到后面去，转到后面对过来到这边，先扣上这两侧做一个简单的组合。我们这个拳头在这里啊，这是一个需要注意到的地方。脚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往前面打过来，然后呢整个往前面推出去，推出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。 内部看到没有？有一个红色的凸，这个凸就是要塞到拳头，握住它哦，就是这样子，两侧这样将它给握住。我们这一款 Optimus Prime 的变形就算 OK 了啊。那我们的话呢，也把这个夜巡配色的话呢，给做一个变形，手部转到上方做一个合并，两腿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关节把它给转出来，然后膝盖以下转出去啊，这个两腿必须稍微打开一点点。 然后从侧边卡进去，从侧边卡进去，好啦，完成了我们这个行云流水般的传奇级 Optimus Prime 变形过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夜巡配色的博派标志就是在这个非常醒目的地方。那火焰的标志其实两个都有，这个它是黑色的火焰，而这一款原色版本的火焰其实涂的还蛮漂亮，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。 就有一点点渐层的感觉吧，这个荧光的红色真的是挺好看的啊。那正面来看，哎，又感觉呢这两个火焰好像都很好看，黑色跟银色，然后这是红跟蓝的一个配色，而且它这个蓝是金属的蓝色。那一样车头都是有上银漆的。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的烟囱只有一边有而已，这一侧是没有烟囱的啊，这个也是一样啊。我不晓得为什么，要做成。 这样有什么目的嘛？对不对？应该是明明可以做两侧都有烟囱，是吧？应该不妨碍变形吧。然后它的一个车子的后方这里，这个形状保持得很完整，并没有说车头后面是烂尾的状况，甚至可以说它的一个卡车形态是非常完整的，后方的细节啊都是有做出来的啊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给对了，这个都是打铆钉的啊，给大家呢就分享啊，这两个是属于电影第一集时期 Legion Class 的。 Optimus Prime， 谢谢各位的收看啊！最近真的很忙啊，很忙，还是很忙啊！就是12月之前呢，有这个实体的这个写真书的工作，我快来不及交稿件了啊，所以我最近会就是用这些小玩具呢，来做节目的更新，那也跟各位一同回味起可能很多人的童年吧啊！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